女儿希望纳德请母亲回来，其实母亲并不是真的要离开，她需要的是纳德的态度，只要纳德求她回家，她一定会答应。宝宝，冲我豁的。最终纳德答应了下来。回去的路上，女儿问纳德，你真的不知道护工怀孕了吗？纳德看了一眼女儿，肯定地说不知道，但他好奇女儿为什么突然问这个。原来昨天母亲告诉他，当他跟纳德说到怀孕的时候，纳德没有任何惊讶的反应，这说明他应该是之前就知道的。纳德听后有点不高兴地说，你母亲那时想诋毁我，来到妻子娘家这边，纳德只是接回了老父亲，并没有请求妻子回来。女儿看到非常不解地问，妈也说过纳德的阿斯拉德好